关于解放军仪仗队赴白俄罗斯参加独立日阅兵的消息。白俄罗斯将于7月3日举行独立日阅兵活动。应白俄罗斯国防部邀请，中方派出96人的徒步方队参阅。该方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抽组组成，目前正在明斯克展开适应性训练。中国与白俄罗斯是全面战略伙伴。2015年、2018年，双方曾分别派仪仗队参加对方的重要庆典。